不比。这个上个世纪，日本京都大学他们有个考察队来了永冈7年。嗯。其中一位领头的叫长光敏雄，也是永冈学的大专家，日本最大的专家。嗯。他写过一句话，他的日记里，他说：“永冈是一个可以战胜人类的。”嗯。那个算是我的师娘了，应该是这个樊锦诗。那是对的，木高窟的，他北大的嘛，因为是，嗯，那个在木高窟待了几十年，嗯，最后呢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我心归处是对，那个他说了一句话叫做热爱能抵岁月漫长，是吧？他专门这句话是对他引用的，应该是啊。您请，您请，别客气。哎呀，你有这种感觉吗？热爱能抵岁月漫长，我肯定没有樊老太太高尚，但是老太太我就觉得她很了不起。嗯，在她手里中皇变了。嗯，是的，我就觉得，我第一次，您看我是2002年来云港，2003年我去到东皇见她。嗯，她给我讲了东皇的发展，我就觉得小女人大智慧，绝对大智慧啊。他这个上个月吧，还是就54的时候差不多，还捐了1000万给北大。对，前两天还上了这个搜。就他的收入其实本身就并不高，点点滴滴攒起来。拜拜，这是北大的考古。拜拜，保护说。拜拜，再见。刘老师，如果要是说樊院长是您的师娘的话，您的师爷也在永冈啊？是吗？素白。啊，数百骨灰、陵墓、纪念馆都在永冈啊！真的，真的，你去看看吗？我今天就没时间了吧？应该。哎，一会儿下午那个六点直播，正好在他跟前。啊，是吗？对，我们先去直播，帮着大同先卖点货，还得。好。对，所以你不打算写一本你在云港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的传记吗？或者是记录，不说传记吧，叫记录。退休以后我慢慢写吧。对，现在就写吧，趁着我们还能卖得出去书。谢。那个宇慧，我建议我们什么时候找那个樊老师来对谈一次？可以。老太太的精神和她对于，敦煌莫高窟的感悟，对她对生命和事业的热爱。真的是值得全中国人。是之前54青年节那个央视有个节目，就是那个开讲了，小撒那个节目，那期在录的时候，有个嘉宾就是敦煌研究院一个所长，他们就是现在用数字化拍成照片，然后可能以后实现你在家里头直接打开网站进去，戴着 AR 眼镜在家里全部就可观那种。当时小撒也提到了樊锦诗先生。嗯。敦煌是我们一直学习的榜样。嗯。未来有没有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你们做一个云游云冈石窟的立体式的这个发布？就说因为毕竟全世界和全中国的老百姓每个人都能来云冈的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对，那有没有可能做一个立体化的，未来戴上 AR 或者 VR 的这个眼镜，完了就可以感觉到好像自己在一个一个窟在走，现在我们背后的讲解就是你这个感觉。现在我们局部已经做了第18窟啊，就是戴上 VR 眼镜，你就从地面上冉冉升起，嗯，我周围每一个细节你都能看到。现在您到我保护中心，您就能看，就每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我即使我们进库去看你讲的那些细节，有的离得好远，还真是看起来就反而有点就是吃力，因为里面的灯光也不能太亮，否则的话引起风化会很严重。但是如果说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就虚拟展示，尤其是立体化的虚拟展示，大家会感觉特别好。而这个其实不会影响人到现场来，人们虚拟看完以后更想来看，期待更高的。对。刘老师，我们这几年就像大家天天在网上看宇辉，结果那么多人还到这个现场来，是一样的感觉。我刚到永冈的时候，我就想啥时候能把永冈洞窟搬出去。嗯。结果，嗯，数字化，嗯，实现了这个梦想。嗯，几年前吧，我们和浙江大学合作，嗯，
把永冈的洞窟三维扫描完，三 D 打印。嗯，我们现在第三窟、第十八窟、十二窟已经全部三 D 打印出来了。嗯，开始的行走中国的、行走世界的步伐。啊，去前几年呢，我们在上海宝龙美术馆、浙江大学进行展览，今年准备深圳博物馆展，就是洞窟就整体。搬过去了就整体半天。对，我那个去年的时候他们敦煌叫北京敦煌大展，对，也是把几个库的这个模型搬过去了，是是，我还去给他们做了一趟直播，结果他们，你知道他们这个半年门票收入是多少吗？千万以上。对对，千万以上。所以中国老百姓对于文化的热爱还是蛮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的学生他在课本里学的，嗯，然后听家人讲，其实越年轻，因为他受教育程度更高了，他跟这些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他内心的期待感更大。对，大家在感谢馆长，都在说张馆长儒雅低调，感谢张馆长啊，为馆长要火了，馆长要火了，要变成网红了。对，那可麻烦了，那可麻烦了。哎，我告诉你啊。你开一个官方这个就是云冈石窟的账号，你每天只做一件事情，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文化功底很深的导游，每天播一窟的一个点，播个20分钟，半小时，每天播一个，保证云冈石窟能火起来很厉害。大家每天到那个点几点几分就开始播，对，就播一个点，对，比如说你说音乐石窟，出院长播啊。对，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呢，你会带来很多粉丝。对，尤老师这几年呢，我的主要工作做啥呢？一个是我想把云冈的大书该做的弄出来，再一个呢，云冈景区呢，我们这些年一直做完善工作，而且我们利用废物、废石头、废木头、废瓦块、废钢铁，做云冈景区。这些事儿我就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小霞你好好的播吧，不过，啊，你还年轻，在你手里，哎，你是可以让就是其他的这个你的这个优秀的导游播的吗？是，甚至可以轮流播，我给您举个对吧？打个比方啊，您看我现在这个情侣屋是由什么做的？管道下水管，城市排水管。难道你在云冈挖出了下水管了吗？不是，那边挖出来没用，我跟他们要回来，打造景区。啊，孩子们游客特喜欢，肯定啊，因为孩子们有那种钻到一个空间里的这种，对，秘密空间，对，秘密空间的好奇感，这是小孩子们都有的。您要是啥时候有时间吧，您看看云冈的废物利用。嗯。云冈大量的景观性的东西，您看这些东西，您看那边的大铁塔，全部是用废钢铁做的。啊，您照照这个废钢，大铁塔。那因为大同是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现在煤炭工业觉得在逐渐的。在北魏的时候应该还没有铁塔吧？当时这就是煤矿的卷扬机的铁桶子做的，哦，但是样式是云冈洞窟里雕刻的。对对对，这跟刚才看到那个立柱是一样的，哦，一样的形状。就是我们在云冈要讲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东西。嗨，嗯，你看我那墙，我的房子全是用废水泥块做的。对，对。北魏的时候盐铁应该是不成熟的。我发现你真的是乐在其中。啊，是是是，对，对。不过有机会也可以到北京去玩玩，我们可以请你喝点茶吃点饭 啊那当然好。于老师有很多的过期饮料。对对，于老师您看这个墙，你说水泥路面坏了，它凿烂人扔在路边，我们把它捡回来做成墙，好不好？这个好像是石头的感觉了，已经是。是，实际上是坏的路面水泥块弄出来的啊。是。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了，地球已经无法承受人类的浪费行动了。我们一定要节约地球。给馆长这句话点赞。您看我的住的，我的景区门柱是也是用废水泥管做的。对，我们大修大建的已经太多了。是，这样废水泥块花不了几个钱，照样很精美。是。
到停车场了，我们还要去你的那个保护中心去看看，讲讲是如何保护的，是吧？嗯，大家都在谢谢馆长啊，我这么多网友，谢谢于老师，您不来，我能让大家认识吗？对，说馆长不知道什么叫过期饮料，因为在直播的时候说酒太多了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一般说喝酒就说喝过期饮料。于老师的过期饮料都是贵州买的，也不是，也不全是。我你们昨天卖的那个汾酒，我家里也有，是吧？对，馆长去了，那就喝山西的。这么大的建筑啊，也是废钢铁做的。你好，你好，大家都特别，哎呀，馆长，你今天得到了最大的点赞。网友们把我跟宇辉全忘了，都在说谢谢馆长。网友们的感觉是对的，对，就是要向优秀的人学习。谁是专家一目了然，这样我跟于老师才有进步空间的。你们是大家综合家，我们是小家，就那么一点知识，那不一样。能把这个石窟保护这一项事情其实研究透啊，就真的是给所有人做贡献，因为子孙后代能看见这好东西。这些年应该我们保护在理念上在行动上远远超过了前些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像这样的大同，有大同大学对吧？对，大同大学里有专门研究云冈石窟的专业吗？有啊，有硕士，现在能做硕士了。啊，真有是吧？你带硕士没有？带着硕士呢。但不是吗？博士他们不容许我带。啊，山西大学可以，因为你自己才到硕士毕业，是这意思吗？啊，是是。于老师开始扎心了。于老师，我比您小一岁，咱那时候，我现在连硕士都不拉。没事，于老师还是个，因为我是学士毕业，所以硕士都不拉带。哎，您太了不起。于老师最后一生气，就新东方招了很多的硕士、博士，对，随便决定他们的前途发展。于老师浪费您一分钟啊，请您出国看一下，小伙子一直绕后边转一圈啊，您会看到大量的废物啊，怎么组成了不同凡响的东西。嗯，就你好这一口是吧？我就喜欢喜欢废物利用，那你把我跟宇辉利用一下呗。馆长，你打造成马斯克，明天就给咱派活搬砖。开始做水泥墙，后来做的样式变了。嗯，我觉得云冈是文化交融之地，要搞多元文化。嗯，这个就是全是废物造的墙，而且呢，把它造成了带有艺术色彩的墙面。这堵墙用了30种废物。所以用这么多，你能具备这么多废料的恐怕少有。嗯，对，而且它有一种异域风情。这个保护中心呢正好处在一个山沟里，嗯，两边的墙你必须给它挡土，把墙做起来挡住土，但是你要做成一堵高墙你就是监狱。对，监狱感必须做出层次了。对，错落有致，这叫做层次就得造型丰富一点。这是我们云冈的新创造，我们老古人可以把一个荒凉的山坡变成艺术宝库，我们今天的云冈人也要在世界创新上塞一点，这个做一点我们的贡献。这个做的真的不错，这个融入了周边的环境，而且确实没有浪费任何建筑材料，这个都是本来应该扔掉的建筑垃圾，是吧？哎，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经过这儿？是我们，因为我们要到这个文道楼。山西的朋友们特别热情，昨天是真的感受到的。嗯。啊，我们到了。好。云冈的文保应该是说起源很早。从60-70年代，云冈的保护工作我们就开始做。这些年呢，围绕石质保护、壁画修复、馆藏文物和数字化，我们形成了4支队伍啊，可能在全国，也是在走在了前面。
请于老师多批评。嗯、哎，我哪敢批评？对你批评我还行。对。对现在我们和全国各大院校和文物保护单位广泛的进行合作。云冈的研究院和这个敦煌研究院是不是要差一个级别，还是说是平级的？差半个级别。差半个级别。他是正厅级，我们副厅。你也就是你现在副厅，你还在乎这个吗？听你感觉副厅就好像挺遗憾似的。不在乎。对，千万不要在乎啊。对。对，于老师还没呢啊，我们连处级都不是。这个级别，对，你说它不重要，但是它也很重要。对，因为你面对的层次不一样。是，啊，你的层次高，你周围的层次也是高。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俩根本就没层次，没资格跟你交流吗？那倒不是，但是我是说云冈研究院，不是。对。所长意思可能就是争取的资源上有所差异。对对对，是的。老师，你看看我们这些年，他整体来说，敦煌研究院肯定资源要丰富多了。对，就是，这个也是在你组织下出的是吗？对对对，这是一套真气之书，学术真气工程。因为啥呢？云冈石窟，上个世纪1902年，日本的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发现了云冈，然后最先研究云冈的是日本学者。嗯。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出了一套16卷32本大书，成为云冈研究的高峰。嗯，我在2006年，嗯嗯，你来过？是是。这个你讲你的。2006年，我当了院长之后，我去拜访苏白先生，您的祖师爷啊。嗯。苏先生一见我一句话把我打懵了，他说：“你当云冈研究院院长了。”你要是再不搞云冈研究，你就是历史罪人。嗯，一下把我打懵了。我回来以后，我就说这家伙怎么，老先生这是嘱托呀。对，云冈待了20年，终于出了这么一套书。这个对，现在终于变成半个罪人了，因为后半辈子还要20年继续搞，对，这样才能变成一个罪人。我们觉得才能洗刷罪名。我们云冈在中国，不能研究在日本。所以这套书解决的就是把云冈研究拿回到中国来。对， 对，太好了。那我们出于对你的支持，我告诉我在哪儿能买这套书。您能帮助我卖一卖吧？这套书实在是印的量很少，只印了1000册。啊，你还有吗？有库存吗？有库存，我们帮你卖一卖。好，实在卖不得了的话，谢谢，我先个人买一套。我送您一套。不，这个太贵了。这一套我估计得好几千块钱，3万块钱了吧？2万8吧。卖的话28000，是用不了，原价28000，是吧？可以打折的。对，好，你给我打一个小折，到时候我向你要一套啊。啊，没问题。嗯，对，我还可以同时送宇辉一套。好的，我买2套，宇辉一套，我一套，是吧？谢谢于老师。嗯，这个记住了，宇辉又欠你一个人情了啊。这边是第一个保护的机构，是我们的馆藏类书中心。这个馆藏文物修复中心的主任叫董凯，学美术的。啊，你给二位老师介绍。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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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你坐前面。你请，我都看了无数次了。啊，好。我们这儿这个文物修复室，实际上就像人进医院一样，这是文物进医院。文物医院，对对对。现在是我们这个官方点说叫可移动文物修复室，实际上可以搬动的文物。这里现在是。大家看，现在就是人们在修一些这个铁器呀、啊，对，修脚底，脚底下现在摆的是一些能不能瓷碗，现在是墙壁上那抽支烟，赶快缓缓吧。现在是我们看到的是墙上边先是一堆工具，这些工具古话说的好，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后现在是我们工具大多数都是用自己做的工具，虽然市面上也能买到很多工具，但毕竟是这个文物修复呢，每个文物都不一样，年代不同，器型不同，材质不同。所以我们就会选择不同的工具，虽然说市面上能买到一些常用的工具，但是我们针对一些文物工具要自己做。哎，对，比如说我们遇见特殊情况，我们就会自己做一些工具，也方便自己顺手。对，就例如说是，您看这个，我们现在常说这一个镊子，这种镊子，我们平时能买到镊子，像这种镊子，平时就能买到。但是我们用这个镊子的，为什么要自己拿这个荷叶，自己怎么螺丝这么拧，自己做个镊子，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文物对起来。这个文物有些是很脆弱，
它比如说很酥，哎，时间长了很酥很脆，我们要用这种镊子一捏它就碎，所以我们就会自己去调和这个力量，哎，自己调到一个大概刚好把它捏住，然后把它固化，把它插在那里，慢慢让它粘结牢壁牢固，像这种包括一些各种的打磨工具，你看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实际上生活中好多东西，这是砂轮机上面的东西，坏了没用了，我们把它弄下来做这么个东西。包括你看我们自己把刷子稍微改造一下，变短了，方便我们去清扫上面，就是自己就弄的好多。你看，包括牙刷瓣，牙刷瓣上面实际上我们牙刷瓣上面弄的铁丝，上面弄点这个小的铁丝板，我们刮出来的泥，刮出来形状是有纹理。明白。你们这里头我看还有很多那种一些粘的胶啊，这些通常你们是需要戴一些保护口罩的吧？有，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因为毕竟这些东西都有气味，有时候有气味，所以我们为了尽量避免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受到这些损害，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一定得注意安全，一个是口罩，一个是就是说你看我们上边有很多这种红色白色的相间的管道，是把那个通风的粉尘吸进去是吧？这个不是，这个是吸味里的东西，然后下边这个是吸粉尘的，这个是吸粉尘的东西，它是有很多层过滤网，它是吸粉尘啊。这个是吸味儿，包括我们桌子上边，桌子上边我们也有一个过滤装置，也有过滤装置，也是往下吸的，都是过滤方式。包括那边还有个柜子，它是个配器柜，都是一种吸味儿方式，也是尽量的保护好人们，就是对这个味道呀什么这些东西的影响。一般到修复的咱们的员工应该都是考古学背后的本科毕业，对对对，我们就是各种，实际上我们这个是好多专业的集合，它不光是一种，它是就像医生一样，它有学耳鼻喉的，有学胃的呀，内科呀，外科呀，各种都有。你看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修复室呢，大概是这个以手工为主，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一些工匠的一种形式方法，所以您看这个是我们是用这个喷砂剂在去除上面的锈蚀。因为我们现在修文物就跟人治病一样，我们先是开始的，比如说清理上面的脏东西，就像咱们手上有脏东西，如果说用水清洗它，哎，我能清洗掉，我就不用肥皂了。对。然后如果说这个东西洗不下去，我可能用肥皂或者洗洁精之类去油的，然后去，但是这种东西呢，肯定对我们皮肤有碱性什么有损害，所以我们这个喷砂机，它是把那个里边喷出来的沙粒打在这个锈蚀上面，它是像这种物理方法能够减少对文物的损害，用充气的方式把它，对对对，充气方式把它打在上面，包括你看现在老师傅用锤子在敲一些锈蚀，都是用一种物理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最少的对文物的损害，如果实在没办法去不掉，我们肯定需要上一些溶剂然后把它溶掉，这样，所以我们修的方法也是能是物理方法，比如拔火罐呀、刮痧这些方法解决的问题，绝不用吃药，哎，没办法了，吃药我们也绝对不打针，哎，实在没办法了，再打针输液或者再动手术，是这样。我们现在修文物里面都是这个意思。对，它现在是喷砂剂，尤其一些细小的缝隙呀，那些里边。能不能我们对其中的某一位这个师傅做一点小小的采访，余辉？可以啊，可以。对，你问哪一位？你自己问。都可以。或者你指定一位。对，或者您选看您想。你可以，我可以介绍这一节，或者董老师，你看，就觉得对哪个感兴趣也可以。你比如说这个，他现在在修的是我们这个出钱出土的一批陶器。你看，实际上这陶器也很有意思。你看，它本体只剩一点点底儿和一点点口，但是它就能把它恢复出来。恢复出来就是因为它只要有依据，我们就能把它恢复出来。我们通过这个蜡片翻模型，一段一段翻出来，一段一段翻出来，然后就把它恢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陶器其实只剩两块了。对，你看就是哎，也好几块，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四块，它只要有口沿儿、有底子，它只要连贯过来，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原来是什么这个形状。如果说这点底子没有，那我们就恢复不出来，你不知道它啥样。或者没有沿儿，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长短，不知道它深浅。它不知道，哎，不知道它深浅。你比如没有底子，我就不知道底子到底到哪，到底有多深，就不知道，它就恢复不了。但它只要有一点点，哪怕就细细的一条，它也可以恢复。所以我们，但是这个怎么恢复，并不是我们自己照直接去做的吧，而是就是我们用蜡片或者石膏各种翻模型的方式，把这一段原有的把它翻下，然后一段一段的把它就复制过来，然后就把它翻过来，就好多的我们文物的复制都是用这种方式。师傅您好，您贵姓？我姓刘。刘师傅，您完整的恢复这一个需要多长时间？半个月恢复这一件。我教，然后
弄成模型踏上去，然后等它干了我们才进行下一步。任师傅，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在云冈我待了11年了。已经11年了。对，在云冈之前还在别的地方还待过。对，在别处待过。也是做这个工作吗？不是，因为这个公司是现在的书记，是2017年成立这个公司啊、哦。像我们这年轻人喜欢这些，也愿意学这些东西。那你有耐心，那种耐心，这个做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修复工作是需要超级耐心的。对，因为你是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再造是吗？对，跟我们因为有个师傅张师傅。这个是师傅、哎、是吧？这是我们师傅啊，以后你去采访他师傅。对，主要采访我们师傅，对，都是跟他学的。那有成就感吗？就是弄好以后，恢复了一个东西，看着自己恢复的东西有成就感。当然有，因为作为云冈的嘛，传承人嘛，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师傅，把它学好，挺不容易的。对，家庭已经也在云冈了，是吧？对，家属在市里头，在市里，对对。您做这个又回市里去，对对，下班然后回来。原来知道我们要来吗？当提前说过，倒是没想到这么隆重。没有。谢谢你啊，谢谢你为中国文物的保护山西活马，感谢感谢。之后嘛，全国搞文物的，这个老一点的全部知道。灵石是不是就在活马？灵石是晋中的，晋中的。哦。给您加了一个话筒，这样您说话大家能听见。哎，您现在修复的这个是什么？这是个楼房，就是种麦子啊，种谷子呀、啊。啊，哎，就是从这儿出粮食。哎，这上面都有一个管，管通到里头，然后到底上以后插下去以后，把它翻开，粮食从这儿流下去。哎哎、粮食坨种子就从这儿下来了。对，后头就。你可以把这个搬过来，你可以镜头看一下。对，就刚才你这个我可以手摸吗？那可以可以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他把土翻开，新土翻开之后呢，谷物从上面滑下来，种子就从这里头三百，就是古人的播种机了。哎，这就是这70年代还用呢，70年代还用呢。哎，这80年可能还用，以后了就用的是播种机了。嗯，快嘛，播种机。这个是在哪儿出土的？这大同的周边出的，大同周边，这个大概能看出来啥年代吗？这就是个，现在这一批东西全都是辽金的东西。辽金，哦，哎，那时间也长了。哦，它就演变了嘛，慢慢都演变过来的嘛。啊，就是现在咱们那个老百姓，要是地块小了，他还用着。哎，大现在还有用。哎，大型基建他进不去啊。嗯。他还得用着。那这个像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很厚实。对。您现在第一个就是去掉上面的锈，哎，第一步就是先用这个签子把锈去掉。第二步要干嘛？第二步就得打磨了。你打磨。你打磨完了以后，封护。封护用什么油漆？哎，不是，只有三种东西，煤油。煤油。松节油。松节油。石蜡。石蜡。哎，这是我们是在咱们那个。陕西那永济，永济那有4个铁牛，那是我们跟那个国家博物馆的一起闹的，就是闹的那，到这儿我来到这儿13年了，来这儿13年，我原来我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退了休就跑这儿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啊，我是本来是来帮一年忙，帮的帮你回不去了，啊，帮忙帮回去了，哦，那说明您这个技术好，他们太需要你了。没事吧，差一点点就出去了啊！毕竟一个叫什么文物什么基金会叫我去呢，我说我还是在陕西，在陕西吧，您就是陕西人，我就是陕西人，运城那边，运城那边，过了运城就到，我老家是这个渭南的，那就是河北啊，过了黄河就到了，过了黄河就到啊，嗯，我有亲戚在永济。这个您最后抛这个把它抛光完上了保护层，这个还需要再补其他东西吗？不用补了，它补缺了就补补了。这你看，你看它最长的就不管它了，就不补了。哎，他就不知道它这是多高的。Okay, 你看它这，它这你看，这才缺的，这得就把它补上了。啊、嗯、啊，你像这个你看它是这的，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这
这是俺是俺虽然他妈以前也是离地用的，离地用，他都是平平的铲呐。具体是咱用木头套进去。哦，太巧了。你看这就整个把它一弄，把它就铺越了。所以辽金时候，你看这个冶铁的还技术还挺发达的。这确实是。这个回口铁、白口铁，这种是白口铁啊，它耐锈，耐锈，哎，它是回口铁，它就不耐锈，就跟咱那个，这种的，你要是给它搁到地上卖了多少年以后，没了，没了，这种它就不要，就比较厚一点，哎、它耐锈嘛，嗯，一个白口铁，一个回口铁，回口铁、啊，你看咱这个台前，底下呢全是回口铁，它就不结实。您除了修些铁器，其他那些也修是吧？这娃娃们，我这不是我在这的时候，我把东西都修完了，他才给娃娃们给上我去了。你说我把东西修完了，套起嘛？所有的修了一遍。哎，东西多呢，陈列馆里头那些库房还有呢。是什么最难修了？这东西修起来，不管它难修不难修，啥都好修，啥都好修，只要能想干，就能把它修了。只要有耐心想干，嗯。感谢你，您这儿一共带了多少个徒弟？哎呀，这徒弟，这好多人都跟着干过。啊、你像那个包谷主，那个孙波，嗯，还有一个康文友，这都是我第一波跟上的。嗯，那是院长指名让他学的。嗯，跟了三年，我一三年我在包谷主了，就在那个。五花洞啊，就在景区里头啊，就弄那些活呀，把就那些缺了的该补的补一补，该裂了的该加固的加固，是不是那啊？这回我说我吃去了一会儿，哇，我们哎呀，师傅你不来，我们就不敢下手。我说你咋不敢下手啊？我就总要离开你的时候呢啊。结果我到2014年、2015年、2017年成立这个黑洞公司。我就在这儿又把我们这些娃娃们又聊上了，还有陈列馆那些娃娃都干我，嗯，哦，感谢你教了这么多徒弟，还修了这么多文物，哎呀，感谢我呢，感谢我们，感谢我们这些娃娃们呢，我一说娃娃们太干了，你看这都是我，都是学的都会闹干了，嗯，这个还有一个都去了淮安。静止，在静止待了一段，待了一段时间。关键问题是楼太远，楼层太远，往这不愿意去。一个南方跟北方不一样。对，还是习惯北方的生活。他是习惯是北方的生活了，他这边就不行。我到那去了以后，把他们送到去，我又回来了。嗯，我不能待呀、啊。对，他全吃的米饭，全吃米饭受不了，想吃面。咱们这就是吃馒头啊、面条啊这些，嗯，他说不行，嗯，看完我们的师傅不行，你在这不能待，嗯，这全是米饭，倒是好，肉啊吧就鱼啊吧就多，嗯，哎，咱这次来拿那些茶叶啥，之后给师傅送过去，啊。大家其实看着这种镜头，你能够想象在很多个日夜里，然后太阳升起又落下，春天到来又离去，可能我们在大城市里车水马龙，然后灯红酒绿，为自己的事业奔忙，为自己的工作发愁，但就是时间在这里就会变得非常慢非常慢。一块出土的辽金的这个犁铧，一个老师傅拿着签子可以一锤一签的，可以在这可能打了好几天。当然呢，最后这个修复工作还需要好几层才能完成。他把那个锈去掉了，用砂纸打磨干净了，然后再涂上几个保护层，他可能就能，面向公众，让大家看到他本真的样子。历史可能出土了很多的东西，仓库里还有大量的遗迹。上头呢，那就是丰富了的。啊，那就是丰富了的。三年得丰富一次，这都好多年没丰富。这种。啊，这礼金这都丰富，这都是辽金的、哎，按道理都得三年丰富一次、哎。这些以前是做什么用的？这个？那就是马车上那个
那个酒厂似的凿成啊。你会你看这把刀叫青龙偃月刀，对，是青龙偃月刀吗？就是铡槽的铡刀啊，铡槽的铡刀。那不是，那我给复原了一个啊啊，这个这个啊啊，对对对对对，哎，你递起来，拿起来。那去了，那我小时候还用过这个，对，啊，说在农村还用过这个，嗯，这个是啥地雷吗？这是地雷，地雷就是地雷，地雷里头放上火药，用个碾子。你的这辽金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地雷了，你看那边那个咱鬼台里头，放了两个，咱，两个里头有火药，还有火药呢。他是雇佣了一手啊，他把火药全都倒出来，倒出来以后他就行把它化了啊，或者啥还没有把它。小回呢，结果就没得完事，就是那个两个亿，那个就是那两个里头那个火药没有倒完，最后我处理的时候，怎么好像那么黑乎乎的出来了？啊，没事没事。最后就给他装在那个瓶里头，给他留下来。啊，哦，留下我这外面是他这里头的东西啊，我们考古就是这，是里边的东西，还得放全都放上。你像那个有些那个。放粮食的嘛，里头有粮食的颗粒啊，把你全都不能处理。啊，现在里头还有的粮食还在。有，没有风化？还要放粮食是吗？它是粮食的壳嘛，壳。哎，谷子壳啊，或者薯子壳，它就那个壳看着好那么个样子嘛。嗯嗯。看来好多网友在说这个老师傅，你像弥勒佛，对你最高的赞扬啊。我天啊！你像弥勒佛，是面容慈祥，面容慈祥，有福之人。不能咱俩七十五了呀！哎呦，还那只是看不出来，七十五，七十五。不过比我爷爷奶奶看年轻太多了，是吧？七十五啊，对，看上去精神好，老人家精神特别好。你想了吗？我那孙女的娃娃都三十岁了呀，孙女的娃都三十岁了啊，这太爷爷了。哎呦，你这个身体也好，精神头也好，随后真的把咱的东西给老人都送点啊。对，好，谢谢，修了这么多谢谢老师，还写信了，谢谢，祝您身体健康，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哎呀呀呀，嘿，还得看看，还来，下次不一定再来。哎，那不影响，那不影响，我们去找您家里拜访您。我的天啊！谢谢谢谢师傅啊，谢谢你啊，谢谢。嗯，对，那我们是不是感谢，啊，感谢啊？哎，好，再见了，师傅。哎，拜拜拜拜拜拜。这边我们现在是可移动文物修复，实际上我刚才也介绍，还有孩子在做各种各样的修复，对，这是小孩子在体验这个文物修复的其中一个过程。啊，现在是他们在做这个拓片。啊，上来就学。对，从小热爱，对对对，从小热爱文物。现在是云冈，这个是瓦当是吧？研学教育，研学教育基地。现在我们是被那个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然后高度关注和认可。然后我们现在前年吧，拓片啊，对对对，前年大概是被那个列为这个全国中小学校外研学实践活动基地。然后现在是他们正在就是体验其中一个拓印，像古代复制东西，他没有照相机，没有什么，他们全靠这个这种大纸，你叫附在上面，然后把它上面的一些文字呀、雕刻呀这些历史信息都是影照家，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传统的一个工艺，然后你都九岁纸附在上面，然后通过你学敲打，然后把它那些纹理然后都弄出来，你们经常来再用墨拓，你去年来过。这上面这个主要其实就是北魏时期的，对，就是咱其实这些都是出土的，这当时的这个瓦当，这上面有文字的，像莲花的，还有一些花生。你好，现在是小学二年级，文字中小学生都是啊，现在面对年龄上是有差距的，现在对对对有差距，但是现在这一批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对，因为我在西安居住，西安的这个有很多那个秦砖汉瓦，它上面就会写一些什么长乐未央啊，对对对，你倒过来以后水就没了，对，字呀，它只要凹凸不平都可以拓印，是不是？对，它实际上就是个历史信息的一个记录方式。对，现在吧，好多不管是三维扫描呀，还是照相机啊，这些各种方式都可以记录，无损的。像现在他们这种拓印瓦，如果现在咱们看见很多背黑黑的，实际上就因为拓的太多了，变黑了，并不是那个石头是黑的。对。它这个墨毕竟还是能从那个纸印下来。这个是什么纸？
宣纸，宣纸，宣纸是一种生宣纸，这么耐水啊？我看弄完水之后，它打还没有透，它是有一定收缩性。它如果熟宣纸呢，加入矾，它就没有那么溶溶性没那么大。嗯。但是这个也需要操那个操作上面的技巧，也是通过浇，然后他们就不会打破这个。嗯、对、嗯，但是他不会用大劲儿，然后快速的，哎，过一个。如果会用的师傅去敲的话，劲儿又大，还不烂，还不烂。嗯。它而且还速度快。它主要是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是我们这里如果在这个空洞的地方，如果哎这凸起地方敲的多了，这就破了。嗯嗯嗯。另外就是刷子一定要垂直敲，稍微的斜一点点，这个纸就受力不均匀。对，它实际上好多工艺都是些小技巧，就跟咱们做饭一样。嗯。那每个人的步骤都一样，可是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对、嗯、对。从小就培养孩子对文物的热爱。哎，这现在这个研学实际上就是。现在文物或画利用的一个具体时间。好，我们镜头不宜在孩子们面前久留。对，不要拍太多孩子啊。所以我们就看看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对对对，下次，哎、嗯，搁这边。对。现在尤其这个让孩子们体验，然后感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呀，还有就是文物的信息、历史呀，嗯，这些中国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谢谢你们，拜拜。这边你看，再见，刘老师，刘老师，你看还有这边。对啊。这边我们是这个修了一批秦代的一些这个石磬，秦代的，对，秦代的石磬。你看我这个石磬，这也是一种工艺。我们现在是，您看这上边的泥窑，它因为时间太久远，在地上埋的时间太长，这些泥子已经钙化，都特别的硬，就是我们用铁的工具刀都敲不下去。这个就跟修牙的一样。哎，对，您说的对，您非常了解，这是个洁牙机，实际上去牙结石的东西。咱们那个牙上面的结石特别的硬，根本就咱们通过刷牙物理方式去不掉。刚才我说咱们普通的方式去不掉的污渍，我们为了减少对它的损害，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药水去泡它，我们为了减少它的伤害，我们就用洁牙机。但是这个即使修复了，那个声音也出不来了，对不对？那你看，你看，它只能作为文物，对不对？因为磬原来应该是打出声音来的，它是可以。我们现在是先是去除上面的泥渍、嗯，然后它上面是有一点古文字。我们之后还会拼对，就像那些瓷碗一样，啊，我们把它拼对起来。如果拼成了之后，它是还可以敲打，它是个敲打。啊，然后包括你看、嗯、这上边是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为了研究上边有一些文字。你看我为什么要清理它？嗯，就是上边有很多的文字信息，啊、是有文字的。你看上边有文字信息。啊。你看这都有红色的字，因为这个字是当初清朝的时候的，对对对，当时对他们当时的文字，所以我们这个把它去除的目、嗯、去除的意义也非常大。嗯，看一下上面都、嗯、都写了什么、嗯嗯。不过这些字有文化信息在上面。对对对 对, 对，研究古文字的人，这个也是在大同附近发掘的。不是不是，这是我们跟那个清华大学合作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去帮助他们，对，去清理出来，他们去认去辨认这些承接的承接的项目应该是。对对对，明白，对。前面还有吗？这边你看，这个是我们就是研学一些其他的课程。刚才是拓片一种、嗯，包括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壁画，把它拉。这个不应该在墓室中间的吗？应该有墓室也有寺庙，就是有好多我们比如有些寺庙它坍塌呀，什么原因、嗯，它就必须把壁画接回来。对，我们中国著名的那个邮政的那个象征，对，就是在甘肃的那个好像墓室里挖出来的一块，跟这个是一模一样大的一块，对对对，是一个邮政骑马。对对，后来变成了这个邮，好像变成一个邮政的那个象征。嗯，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模拟这个壁画烂了之后、嗯，然后让人们去把它如何拼对粘接、嗯，包括上边有些泥渍如何去去除。嗯，这些包括刚才我说那个陶盆，它不是翻制出来的，对，用翻制工艺，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瓦当，然后通过这种翻制工艺，包括这个瓷，通过翻制工艺让小学、中小学生去体验、嗯、去感受如何把这个。来了，这一段稍微快点过啊。行。嗯。嗯，直接过去了。这边也是我们展厅放了一些，就是我们主要展示是我们修复刚才的一些工艺，你看拉模呀，嗯嗯嗯，修成石膏样式，这就修复好了。对对，用一些什么工具，这些是我们修的一些。我觉得修复这种要超级耐心啊，而且还要超级技术，因为它几个碎片合在一起就能够想象出来它的形状，这个是特别不容易的。对对对。要经过很多计算，实际上，对不对？你看这边是老师，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对，我是那个修复中心的，白雪，很荣幸的由我为二位介绍咱们壁画中心。
壁画中心的日常的工作是对咱们石窟寺内彩塑壁画的一个保护研究工作，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咱们山西省以及国内的这个石窟寺寺观以及墓葬的壁画彩塑研究保护工作。像这个是不是就是个墓葬壁画的、这个是一个北魏沙岭壁画墓的复制品。复制品啊。哎，对，因为当时这个北魏沙岭壁画墓呢被评为2005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咱们在2018年重新复制了这个壁画墓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当时的甬道的地方，墓道，对，墓道进去的，然后进入的后面是这个墓室。是你先进墓道还是我先进墓道？咱俩都不进，没事，我可以进。后面是一个墓室的地方，这个这两尊这个骨架也确实也是北魏的时期的一个人骨，这个是后期我们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所以把它先放在这里。这是真的人骨吗？对，真的人骨。这个不是复制的吗？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真的拿过来了，是吧？所以牙齿还能留到现在？对，这个北魏墓群的北魏墓男，这个是北魏墓女，一个这个平民墓。但是咱们当时这个沙岭壁画墓是一个将军的为他的母亲修的一个。在那个全变成骨头以后，男女之间你们是怎么看得出来的？是骨盆？对，头颅、骨盆，还有这个下颌骨，还有这个手臂的长短啊，也通过这个来判断，是吧？对对。通常不会判断失误是吧？这个也会结合后期的一些实验还有检测相对会比较准确。来，咱们这边来参观。这边呢是咱们关帝庙，就是咱们从大同周边回收回来的一些残缺的壁画。由于它这个寺院本体呢，它墙体可能坍塌掉了，所以壁画呢不好保存，咱们把它接取回来进行一个拼接，并且呢给它换一个支撑体，放在这里。这个壁画是真的，不是复制的。这个也是清代的一个壁画，也是真的，是吧？对，真的。基本上您后面看到的几乎都是真的。这个不是墓室里的壁画吧？不是，这个是寺观壁画。寺观壁是一个关帝庙的一个内容。对。现在呢，咱们就进入到咱们修复实验室了。咱们修复实验室主要是做一些馆藏壁画的修复，还有墓葬壁画的修复。您先来看一下这边，很不容易。这个像这些呢，就是咱们从这个原址接取回来的一些壁画的残块。残块可见也是比较破败不堪的。对。像这边呢，您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墓葬的壁画。它分为这个粗泥层，还有这个石灰层，就是它的颜料层是石灰层做的。对。像这边呢，就是一个。这个寺观的壁画了，所以它有这个粗泥层、细泥层以及颜料层，包括这个是也是一个寺观壁画的地藏，您可以看一下，上面有很多麦草，就是这个。它这个麦草后面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打的泡沫胶。对，打的泡沫胶为了把它截取下来，作为一个支撑的。包括咱们在这个墓葬壁画截取的时候，也会给它表面贴一层纸，也是为了保护它。包括您看这边这个细泥层还可以发现很多麻刀的痕迹，这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制作工艺。对，给一些观众解释一下，是在泥里头混上这些，就像你现在盖楼混凝土里头放钢筋一样，它起到一个拉伸和凝固作用。您像这边呢就是比较特别，这个是咱们新州一带的制作工艺，它的细腻层是用纸浆和泥进行一个配比。这个其实更结实。对，所以呢咱们根据这种传统的工艺呢进行一个现场的复原，咱们会利用咱们现有的一些材料，做出很多这样的这种饰块，来确定一下咱们材料的这个实用性。也就是它修补的时候，那个色块必须是跟原有色块必须一模一样。对，要依据不同地区的这个工艺，给它复原它原始的这个制作工艺，来判断它后期的这个泥层的使用。您像这边，咱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吧。这边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壁画的整体的一个修复。像我那位同事呢，他在做一个把那个壁画翻过来以后，他后边不是坑坑洼洼，那个泥不太平嘛，咱们就给他做一个取平，取平的这个工艺。然后取平以后，你看就像这样子，然后把它翻转过来，前面咱们不是给他贴了一层纸保护嘛，那我这位同事就是把这个纸层给他揭掉。揭掉不会把壁画同时揭下来，不会。不会的，因为当时是用这个甲基三元素进行一个粘接的，这个东西用水可以轻易的去除掉。把它这个水不会破坏壁画的颜料。不会不会。然后咱们后期再对这个壁画的本体给它做一个保护。
现在大部分的壁画是以什么朝代的为主？咱们山西的壁画历史朝代是非常多的。嗯，最早的有这个像北魏的壁画墓是很早的。嗯，包括咱们像大同，还有一些辽金时期的，还有像这个，西安唐代的壁画比较多一点。啊，像咱们大同主要北魏壁画墓是比较有名的。明白。您像他现在在做的工作呢，就是把整个这个纸进去以后。给它进行一个就是壁面的平整，嗯，平整和修复，就是咱们表面有很多这个病害，比如说残缺呀，或者是裂缝呀，或者是这种残损，它会给它做一个补全，把它补全之后呢，给它贴在咱们这个蜂窝铝板上。这个蜂窝铝板是近几年的一个新材料，最早呢90年代他们是用那种木板。去给它，有点像航空、这个。对对，就是航空材料。嗯，对，就是航空材料。它的优点就是很轻，但是它特别结实。嗯啊，所以咱们现在发射的那个火箭，那可是这个。对，壁画修复现在大部分都用这种材料，因为它体积很大，啊，把它挂起来是这个材料是非常结实的。这个就是咱们依照这样的一个工序，给它进行一步步的拼接。啊，所以其实都修复在铝板上了。对，这个就是小块的一个壁画，粘接完以后的这个样貌。这个就已经修复完了。对，它可能局部就是很小的一块，它没有很大。对，像您看这边啊，这边这个壁画就很大了。啊，这是咱们大同周边的一个清代的龙王庙里面的一个壁画。您走近来看一下，它其实也是当时回来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当时那个美国那个就是当时在应该是民国时期还是就是清末时期，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不是拿了一块那个当时的那个山西还是哪个还是河北的哪个庙里的一个大壁画过去，现在变成了那个大都会的镇馆之宝。它那个壁画整个接下来拿回去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它就是切成小块运过去的，运过去以后再进行拼接，再拼接。对，嗯，那么大一块是肯定是很不好搬运的。嗯，包括您如果就是前段时间去永乐宫嘛，永乐宫壁画您仔细看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是拼接的，是的。咱们呢把它拼接在这样蜂窝铝板上，也是为了这个展示和保护。就现在实际上背后很结实了已经，因为背后已经是蜂窝铝板了，对吧？对。但表面上看呢，其实还是。好像就记下来了，放在这的这个感觉。对，哎，咱们再到这边继续参观。这边呢，就是咱们，2020年发现的一个这个北魏的壁画墓了。您看一下，这个北魏壁画墓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被评为当时2020年的山西省六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它在这个壁画墓内啊，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它是有一个漆棺的。这个漆棺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漆棺，而且它没有被破坏。现在这个漆棺呢是在这个社科院，中国社科院这个考古研究所在进行一个保护，而且呢在漆棺里面还发现了很多珍贵的丝绸。这个丝绸呢是在现在的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保护。那么呢咱们这个墓葬里面的壁画呢就是由我们中心来进行修复了。啊，就这个墓葬里的壁画就放在这儿了。对，这个也是刚才咱们进入像沙岭壁画墓两边甬道的那个，壁画，您看一下现场啊，有很多这样的碎片，也就是当时咱们打开这个墓以后啊，现场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碎小的、细小的这个碎片，所以你看这都碎片拼成啊，都是经过咱们工作人员，在这个电脑上的一个预拼接之后呢，给它进行编号，再放到这个实体上进行一个拼接。这个其实已经是粘接完的一个过程了。那边呢，一会儿咱们还会看到这个当时拼的一个过程。咱们先来看一下这边吧。这边呢，就是说咱们在每次这个对壁画保护之前呢，都会有一个前期的无损检测分析，以及这个。取样的一个检测分析，也是有非常这个准确的科学依据的。由我的同事为二位来具体讲解一下。两位老师好，下面由我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在文物保护中使用的一些。没事没事，来，您加一个话筒。哦，不是您这拿着，直接拿。好。老师们好，下面由我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在壁画保护中，咱们常见的一些分析无损的检测分析仪器。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仪器叫做便携式 X 荧光光谱仪，它是通过 X 射线来确定物质的成分和种类的。我们经常在这个壁画古代壁画的这个颜料表面，然后通过这台仪器快速的去了解一下壁画的使用的情况。当然呢，这个仪器它也不是万能的，比如说咱们古代的一个青金石和人造群青这两种成分，我们通过这台仪器是检测不到的，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其他的一些分析检测的手段来对它进行定型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大部分颜料是什么？大部分是这样的，古代的是这样的，咱们古代主要用到的一些颜料是矿物颜料，红色有朱砂，有铁红，有铅丹，黄色呢可能是铁黄或者是一些有机成分的一些，蓝色我们有青金石，有蓝铜矿，还有咱们后期清代到1800几年之后用到的这个人造群青。绿色呢有铜绿，有这个绿铜矿，还有那个简氏氯化铜等。主要都是矿。对对对，是的。网友说这一台是不是要20万块钱是吧？那这台40多万。40多万。对对，是40多万。网友是真的比咱知道的。这个呢，这一台呢？这一台是20多万。啊。啊。啊，这个尼康。这个应该是国外。对，尼康买过来的是吧？是的，是的。40万。这是美国的，这是日本的。嗯。对，现在第二台仪器呢叫做便携式显微镜，我们主要用它来这个观测一下这个微观形貌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信息。嗯嗯。它主要是用来做一些咱们壁画表面的这个微生物病害、皲裂、鳍甲等一些信息的这个病害的这个发育情况。此外呢，它还可以通过这台仪器来检测咱们壁画表面的重层信息，为这个研究壁画的这个制作工艺提供一些有效的一个数据支撑。这是一台红外热成像仪，我们是通过这个屏幕上面的这个颜色的分布来确定这个壁画表面的温度这个分布的情况的。主要用在壁画保护中呢，是监测一下这个壁画的空鼓还有毛细水分布的情况。现在好像很多武器已经用红外热成像仪了。对，咱们那个检查那个电缆这个电路的哪个地方断了是吧，就是用它的。这台仪器叫做手持式背散射成像仪，它是可以透过这个物质的表面探测内部是否有金属还有一些有机化合物的。我们拿起来看看你肚子里有没有金属。或者它比如外面裹着泥。对，里边是不是打了钢钉或者是打了金属的毛板，就是可以用它来监测。这些设备基本都是要进口的。对。然后都特别贵。反正都很贵，应该像这一台应该几十万块钱吧。对，70多万。这台仪器叫做色差仪。它是用来监测咱们古代壁画的这个表面颜料色度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1年前监测这个红色颜料的色度和1年后监测到的这个红色的色度，它们之间是不是有差距。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就是监测一下这个颜料这个老化的进程的。龚宇上期是必先利器，来，谢谢，这些都是。龚老师，谢谢你，谢谢你，龚老师、于老师，咱们继续来参观。我们稍微要快一点点啊。咱们这个就是刚才不是看了一个甬道的墓葬，这个就是屋内的一个墓葬的接取，因为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所以咱们也是先给它这个。等于它接的时候，墙上都已经没多少东西了，对不对？对，它有一部分已经掉落了，咱们就有现有的接取，然后再给它这个表面进行一个保护呢，做一个支撑体，把它整体的搬迁回来。咱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壁画就是刚才甬道的另外一面，对面，对，是两个是对称的、这个只是一个现场的拼接工作，它还没有进行粘接。咱们后期这个太难了，几千片这种碎片，根据这个大概的模样去粘。对，咱们先拼完以后，您看这边，
哎，把这个地方一块一块的挪过来，然后粘在咱们这个板子上面。太不容易了。粘接的材料主要是啥？咱们有一些这个，咱们粘接的胶体主要是一些这个可逆性的一些胶体，不会破坏到咱们文物本体的。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就我问你一下，你要老这样的话，这个颈椎会受得了吗？是不是应该带腰托的？带腰托的是吧？对，过一段时间应该起来活动一下，否则你因为你这个低头比我们看书的低头还要低下去好，好、啊，是吧？对，要凳子坐低点的不行吗？低点有的就够不着了。啊，有的就够不着了啊。对、嗯，还很辛苦。修复工作也是比较辛苦。太辛苦了啊！您看这边，谢谢你啊。这边就是刚才那位截取的另外一边，它已经完全、这个比较完整了，把它这个翻转过来了。对对对，翻转过来，您看一下，就是它这个北魏的墓葬壁画呢，它的内容啊，有一些都是像北魏的建筑啊，包括北魏的服饰，非常丰富啊，以及这个这个北魏的，这是拿的乐器演奏呢，北魏的乐器，农耕和草原两个民族融合的时候的建筑风格。那三个应该是粮仓，对，粮仓，包括他们住的一个这个帐篷，帐篷，这应该是厨房在做饭，对，这可能是织布，那是养猪，养猪，对，对，养猪是典型的农耕民族的标志，北魏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杂耍，也在咱们这个壁画中体现到了、所以你看农耕民族草原民族就是融合到一起了，融合了，对、对，然后这边呢是也是一个宣化辽墓的一个复制墓、也是一个复制品，宣化拿过来的、对，所以咱们这个保护呢也是也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这么一个，但这个发饰和这个衣服不像辽人啊、这个应该是辽人，是辽代，因为切代到最后，辽朝到最后的时候，汉化非常严重，对，实际上它留有一点点少数民族的特征，你看他们那个胡子什么的，啊、很明显少数民族的特征，对对对。外边呢，咱们也是一个拼接好的一个壁画墓、它是一个龙王出羽图，这个是不是也到清朝时期了？也是清代的，颜色比较鲜艳的，基本都清朝。这个颜色线，一个它的人物的那个丰富度很明显的就趋向一致化。对，如果镜头可以给个长时间的特写，你看一下，就中间这么多人，你仔细看到每个人眼睛几乎是，对，每眼都是一样的，表情也是一样的。就于老师所说，到了清朝之后，人就呆板化了。对，对，来咱们这边来继续再看一下。审美，我把它叫做审美退化。对，审美的退化。其实也是人的那种野性的退化。对，哎，你好，王老师，再见。那你话筒给他，我来帮你弄一下。嗯、对，加在你的衣领上。对。啊，我向你们简单介绍一下。谢谢你啊。咱们进入展厅之前呢，这个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代的壁画复制。这个复制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上手摸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敢摸吗？可以，这就是我们复制的边上能摸啊。对，因为它是在木工板上直接打印啊。这刚才是铝板，这个是木工板。对，这是第一代。您说的是蜂窝铝板，一会儿我们在展厅里边会有第二代。当时之所以打这个，就是我们也跟清华大学的研制了一种这种反光漆，就是您可以看灯光打在上面的时候，您会发现就没有我们那种反光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雅致的漆。最大的问题，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在于我们能把我们这些文物真正的搬到国外，因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不可触摸的。但是这些复制文物既可以让观众参观的同时，也可以上手去触摸这一些。咱们接着往，就是它上面已经有了一层漆保护了。对，有了一层漆保护，而且它木板就容易反潮嘛。一个是反潮，二一个就是它容易这种热胀冷缩，变形，对，容易变形。就所以说我们后来会选用第二代是蜂窝铝板。这个铝板很明显进高级太多了，应该就是在蜂窝铝板的基础上，我们会加了一个涂层，在涂层上，然后我们直接进行 3D 打印。对，您看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基于高清的数据源采集完之后，然后生成了我们手工绘制的，这个是宣化辽墓辽代的一个墓葬，刚那个，而是刚才那个的复制，是的，对，复制的，因为它的一个原图我们在动，但是你看这人穿的鞋还是。辽朝的鞋靴子、是吧，因为当时大同是属于辽金的一个重要的陪都嘛，所以说他这边呢其实发展还是比较，咱们从这边走、这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利用当时在做的数字化做的一些拓片，数字的拓片碑刻。当时辽朝的时候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什么，是汉语还是说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契丹文，契丹文是吧，
现在在墓里发掘出来过有七代文的墓吗？就是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发掘出来，但是可能现在对于这些文字的识读，它得需要一些专家他们去做一些。对啊，因为七代民族最后神奇的消失了。就是会出现一种这种断层式的消息。对对对，欢迎您来到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展厅。好，咱们从这边看。嗯，这边的话主要就是我们一些获取所有数据源的一些东西设备，从天上的无人机到地面的战士扫描仪，到我们整个对于局部精细的，您像这一些的话，嗯，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可以速度成像的，它最高的精度可以达到0.038毫米。啊。也就是说复制出来的可以跟原件几乎一模一样，是吧？现在我们就是整个对于云章来说，整个大量的洞窟复制的打印误差是不超过2毫米的。嗯，您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基于招新数据源做的一个小型的 3D 打印机。啊，然后因为您在外边看的那是中程打印的，因为它对温度有要求。像这个的话，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整个打印的方式有这么几种。这个就是打印出来的。对，这个是打印出来的，您可以上手，就很轻，很轻，很轻。嗯，刚才我们的书记给您路上介绍了。就是我们利用这种打印技术，现在已经把云章的第3窟、第12窟和第18窟原比例的已经复制出来了。它这个实际上还正在打印，是吧？原大，我们的第18窟枯高整个加上将近有20米高。对呀，那你那个整个的打印机的多大？我天！它现在就是咱们国内现在的单体打印最大的能打印的体量，就是它的横下面就是1米5×1米5，它的高度大概是1米9。它打印的拼接。然后正常情况下，你像我们打印的第12窟是打印了842块。842块进行一个拼接。嗯，你像咱们现在基本上它是有两种比较成型的打印技术，一种就是咱们现在使用的这种热熔胶，就是您看它其实通过这个打印头，瞬间它的温度大概在200度左右，就把我们的材料软化了。软化以后，您看局部的它就可以做一个成型的。嗯，还有一种叫光固化，就是我们把它研成一种粉末，通过激光打射，然后瞬间的温度会发生变化，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瞬间成型。但是那个是相对来说它的打印精度和打印成本都会很高。嗯嗯，关于整个云章为什么会做这个数字化的工程，就是您可以看一下左上角这张图片，就是我们记录了，这是云章的第33窟，从上世纪的30年代到上世纪的90年代到07年到18年，就是我们短短100年的时间，我觉得从90年代到18年就已经完全就是基本上是快消失殆尽了。所以为什么从90年代到18年会这么大？90年代什么都能看到。就是这几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抗日战争，再一个就是我们当时的环境，库存环境还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从建国以后开始了启动了这个数字化保护，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这数字化保护主要的目的，其实最初就是为了健全整个石窟的一个数字档案。基于这种目的，然后我们开始了包括您看这些所谓的打印技术，包括设备，包括我们的测量原点。你看它那个外立面平均每年的布瑞量约十毫米，对吧？这个立方毫米，它是每立方米十立方厘米。它基本上我们测试了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在洞窟里边看见了云章的第九窟到第13窟，是我们新建国以后国家文物局批复的第一批保护性的窟岩。但是当时也是专家们会众说纷纭，为什么会修这个保护性的窟岩？到底修建窟岩之后会不会打破它原有的这自然平衡？我们通过10年的监测，发现修建窟岩之后，整个我们这个石窟的风化速度减缓了原来的70%，就大大佐证了修建窟岩的一个必要性。您看，这就是整个云章的一个区域图。您看现在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采集完的，蓝色的部分就是您看的清代木质阁楼的那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也就是说要虚拟复原整个云冈石窟，在黄色部分已经完全可以了。对，是吧？就是现在黄色的部分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了。现在这个土黄色的这一部分是我们正在实施的。嗯，然后这一块是我们预计要在14/5到15/5期间，也就是在2030年之前，我们要整个实现云冈的这个数字化覆盖。嗯，这就是于老师早上提的一段陈词。这个就是因为云章他在做自己的工作的同时，也在对外提出一些技术服务。你像包括南禅寺，包括我们的13陵，还有这个我们是也是刚才您看的这个宣化的辽墓，河北的。嗯，基于这些数据源呢，我们在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在一定程度上的开始推出了让文物活起来。现在主要的一种形式就是，包括我们的 VR、AR 展示，包括我们的 3D 打印复制。刘老师，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现在落户在青岛的。然后这个是落户在北京建筑大学，然后这个是现在开启了行走世界的脚步，现在应该是在深圳。嗯嗯，
这个永乐壁画是完整复制出来的是吧？哦，这个是完整复制出来的。这个您可以，就是我们，您可以上手去摸一下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立粉贴金的工艺。这个能摸是吧？这都可以摸。它原壁画就是有立体感。对，原壁画就有这种立体感。哇，太牛了。整个壁画很有，他们当时立体感上面贴的材料是啥？他们当时就是立粉贴金，这是一种工艺。然后我们对于局部模仿了这么一段，因为本身这个当时我们复制这个壁画的目的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要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和希腊去做一个世界的巡展，但是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就是我们基于蜂窝铝板打印的啊，这个就已经是这个就是蜂窝铝板了啊。这个就很稳定了，也就是就相对来说它稳定。这是成电子的了，我看没有。我们您看这洞，从这边我们做了一个切线，就相当于从洞从进到洞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 LED 屏，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完整的切割，然后做了一个动画。啊，这动画它背后的它是通过它是一个高分子的那种等离子屏啊，等离子屏就是方盆，你看调一下那个数据啊啊啊，这样对。嗯，李老师您在这儿看，您在这儿看它还在动。好。刘老师跟董老师，我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云章现在工作的一种模式，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洞窟里边看过，基本上它的洞窟体量都特别的大，而且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出于研究的目的一次一次搭这种满航彩的脚手架，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洞窟搬到我们的计算机里边，或建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您看这是我们做的云章的第13幅。嗯，这个刚才我们看过这个幅。对，为什么会给您着重的介绍这个洞窟呢？就是这个是我们突破了一项比较关键的技术，就是我们28万张照片同时进行一个空三的解算，就是同时建模。这个这得多大？它的体量就相当于是个中等的二线城市的城市建模的数量。就是您现在看的这个模型，它就是我们只能通过我们下边的超算中心直连才可以打印。就这个图片超大，普通电脑应该打开它就这个打不开，因为它现在的体量是500GB。500GB，对，普通电脑根本打不开。普通电脑肯定打不开。500G电脑都没这么大的储量。啊，就是因为这是只是说我们一个成型的数据，但是我们的原始数据加上我们的成型数据大概是50个 TB。 50TB， 对，一个洞窟的体量是50个 TB。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如果想完成云章所有的洞窟，至少应该我们的数据量能达到 PB 级。那你们的那个数据储存的一个设备应该是非常的大了呀。我们现在也是去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建了云章的一个第一机房啊，这是中国文博系统第一个先进的计算中心，就是集我们的计算和存储于一体的，它整个计算的算力能达到，就是现在在中国文博界里边能排第一。像这个都是政府拨款，这个是政府拨款，嗯，就是靠这个门票是弄不起来的，是吧？这个是解决不了的。嗯，你点一下那个线框的模型，您看我们之所以体现这个在茶铲那儿，我们讲究这个所谓的精度，您可以看一下，其实它。把它无限的放大，就是我们三角形的一个边长，它的边长就解决了它的精度问题。我们现在采用的一种技术，就是我们首先看见的是一个视频流，在视频流的基础之上再进行一个逐层的加载，这样子才能体现我们的精度。刚才跟您介绍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在保证的云章研究院的洞窟建模精度基本上是在2毫米之内。基于这些的话，我们才可以做后期的保护研究，包括我们展示的这一个方向拍下来多长时间。这个之前的话，按照之前的工程量计算，就是我们的外业和内业时间比，外业就是我们在洞窟里边采集的时间，这将近有2个月，内业和外业的时间比大概是3:1到4:1。但是从2020年之后，我们建了这个先进的计算中心，然后这样子我们整个就是大大的缩短了，内外业的时间比大概是1:1.5到1:2的一个比例。未来我们就会对整个研究院或包括对我们的公众高校开放不同的资源，就是供他们做研究也好，供他们做一些展示宣传。但是这么大的这个照片他们很难。没有，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一项技术就是轻量化的展示，就是如何把这么大体量的模型然后变成我们能在网络上跑的大概就是几百兆甚至最大程度上不超过 GB 一个数据。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的沟通，因为之前我在录节目，我听敦煌研究院那个说过，嗯，于所长，我最后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没有，我跟于所长也很熟。你们认识？对，很熟。他说他们好像现在可以实现，就是照片很小的那种。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实现，就是因为敦煌可能跟云章还是在于体量上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局部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抽吸的程度，就我们在专业上叫抽吸嘛，把它抽吸的太大程度上，可能我们一些细节就体现不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攻克这种技术。就是如果照片缩小，就清晰度没那么高。对，清晰度没有高，而且很多的细节就没有了。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接着往这边看，我给您介绍这个 3D 打印的一个原理，您就明白了。您看，这个就是我们打印的云章的，您那阵看的二十三 D 打印的，三 D 打印的，您可以就是摸上去有这种沙眼的，其实很轻，对吧？很轻，您可以其实完全就能看到。哦哦，看上去和砂岩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就我们专门模仿的这种砂岩质感的漆，嗯嗯，它原材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种白色的啊。完了再抹上砂岩的，在这种基础之上，然后我们做砂岩质感的漆，在漆的基础上，你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在做人工的手绘，嗯，就是我们研究院专门有自己的一支，这个也是 3D 打印，这是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就是应该您可能没看到，因为是在洞窟里边第十窟正在做洞窟保养，它是石窟北壁的须弥山。对，刚才我们去那个在保养，对，它正在保养，所以您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是五头六臂，五头六臂，对，这个是三头四臂啊，三头四臂，三头四臂和五头六臂。我们通常才会叫三头六臂，对吧？对，因为它是一个是摩西手罗天，一个是鸠摩罗天。嗯，你像这个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重了。这石头是水泥打印的啊，水泥还能打印啊？对。对，我这个可以看一下。哎，没事，我给您扶进去。对，您可以看一下它上边的。但是看上去就像原有的石头是一样。因为这种的话，它主要还是用于城市雕塑，因为我们传统的这种城市雕塑可能还是用的这种类似于像玻璃钢翻模的，或者这种 3D 雕刻机，但是它所有的线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生硬。但是用 3D 打印，它最大的就是它的所有的曲线是比较圆滑的，就看得会很舒服。嗯。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VR 展示，因为这个是比较通用的。嗯，这个能看见是吧？对，你可以，你啊，他可以戴眼镜能看见。于老师先体验一下。你两个都可以，两个看的。对。但是观众看不到什么。我这眼镜摘下来观众可以看到电视上，从电视上直接可以做好。先扣上去。好了，扣上了。其实都不用戴，我直接这样都可以。他要不然您的这个沉浸感会不太适。哎，好，您看一下您的。对，这个宇辉就是刚才我跟院长建议的。就是做成 VR AR 产品以后，我现在我站在一个，您现在相当于是脚踩着莲花，我给您从开头放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可以感受一下。我这踩的不是蓝莲花是吧？是金莲花，是金莲花。黑了。嗯，对，没，您稍等一下，现在首先就是给您做了就类似于像720的全景，就是您整个俯瞰云冈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我在天空中飘着呢。对，一个飞机的，还有一个公交车。它会有一个场景的切换，就是对对对，这是用无人机视角，然后直接飞到我们的洞窟的窟前，从窟前，然后我们相当于进入到石窟里边，进入到石窟里边，然后因为洞窟体量大嘛，您在下边只能从仰望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我刚才跟院长建议的，我说做出一个立体化的看石窟的各个佛像的这样的一个片子来，对，让全国老百姓。来到不了的或者暂时来不了的，可以参观整个的云冈石窟，立体化的参观。现在其实已经有那种头戴的 VR 设备，你们如果把它做成 APP 就行了。对，把这些数据上传上去。因为它现在主要跟董老师解释的就是，现在还是在于这个数据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这种三角面片直接生成，而是基于我们高清的数据源。对，这样子它做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如何能在数据量太大了，数据量太大，如何能优化，如何能跑开。这么大，于老师，你现在抬头看。太威严！您可以现在仰视，这个跟刚才我们在洞窟里看几乎有点一模一样了，宇辉是不是？对，您现在是一个仰视的一个状态。对，是的。哇，但是咱刚没有走这么近，这已经在，我已经在他脚下了。对，就能摸着他脚了，这个要把整个木框库展出来，变成一个这样老百姓在家里能够看的片子，有希望吗？有希望，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啊，而且我就站在洞窟里面，感觉对，就是不是它是一个四面立体化的，天上的云还在飘呢，树叶还在动。我看这有个头，于老师，这应该是你。对，我看到头了。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实现那个头的样子，像董宇辉，不像我。然后是把您的您和董老师的这个面部表情都能录进去，但是我们这是做了一个测试版，就是模拟了一个人头。嗯嗯。未来的话，可能云章就是我们一个讲解，然后我们就摘掉吧，我们的网友也看不见，行，免得他们羡慕我们。对，等一下，眼镜，未来的话，可能会就是八到十个人，然后就可以，然后一个讲解员就带着他。
正好正好，未来我觉得很快应该技术的发展很快让全国的老百姓在家里能云游云岗石窟啊！你想吧，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发展为这个社会技术引入，最先引入到军事，来来来，你走你走，到现在我们。引入到这个文物行业，其实也就是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对对，未来这个是加速度。对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工程打印的，这个、工程打印机、啊，这是大体量的这个。对，叫大体量打印。对，就是打一米多的。对，打一米多的。太牛了！张馆长，你晚上不陪我了吗？我就不陪你。你现在要到哪里去？我这个腰不行。为什么？不行了，陪我太久了，把腰给陪坏掉了。我已经三年了，这腰疼。你是腰椎间盘突出吗？是。对啊，到时候我教你一些动作。我腰椎间盘突出了接近二十年了。哎呀妈呀！对，谢谢董老师。辛苦你了。那今天是抱着腰疼来跟我们交流的。您来了，我得跟着您沾点光呀。辛苦。哎，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一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嗯。啊，就是要啊，等会要停机再重新开是吗？我们切个片子。啊，好好，那宇辉总结吧。宇辉是超级总结能力。哎呀，我一总结，网友就全跑掉了。感谢于老师，也感谢所长。我们先向馆长表示一下感谢，来，你站在中间，我跟你捶捶腰，这是。谢谢，对对对对对对。馆长，你可以给大家说点话，然后欢迎大家来这儿。对对对，你说一下，谢谢。好的，谢谢广大观众，希望大家来云岗看看。谢谢馆长，为了云岗把腰都给累断了。好好好，也感谢馆长今天的讲解。大家会看到这个云岗石窟，它确实第一个体量很大，第二个的雕刻很精致，而且它体现了不同时期，其实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这个雕刻上的一些体现，很难想象在山西北部云岗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它汇聚了可能有欧洲人的雕刻风格，有这个印度人他的服饰的风格，当然最后他也完成一个汉化，逐渐有了我们南北朝时期的那些人穿的这个服装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孩子们是通过这个观看云岗石窟，以这个为契机，然后让孩子们可能对于一个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因为我们说了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是儒释道，然后呢越是把这三者融合越好的人越是大家，不管是你看王阳明还是其他任何人，儒释道三者融合好的人才是中国文化继承和发扬好的人，这是第一个，它是一个起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让孩子们看完这些文物，然后它的庄严，然后让孩子们看完这些现场的震撼之后，他可能也对于以后文物的保护有一个更清晰的观念。其实很多时候说一百遍不如现场来看一遍，是第二个感受。第三个感受就是我相信大家今天跟我们一样，就是你在外面呢只能看热闹，但是进到里头呢听门道，那种内心的虔诚和满足感是无法在镜头前完全给你的，最好在来之前家里看一看纪录片，看一看一些相关的文学作品，然后再来现场。我相信通过这一次现场的观看，然后让孩子内心所获得的知识会比在学校里看课本大很多。我们经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该先行万里路，甚至都不用再读万卷书了，因为现场有答案，然后现场有真谛啊，现场有真实的感受，比书更真实。感谢大家啊，于老师。啊，我就不总结了，你总结那么好，我一总结就露馅了。这个非常开心今天来到云岗石窟，尽管我二十年前来过，但是坦率的说，二十年前来的时候呢，云岗石窟还在某种意义上还在自然原始状态。那张馆长这个二十多年这个在云岗石窟的努力，还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环境，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神圣之地啊，不光是旅行神圣之地，也是一个文化学习、感受中国文化这个之深厚、中国文化融合之美好的这么一个地方，确实我感觉到是值得一来的，尤其这样的深度旅游和旅行。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特别感谢张馆长。抱着腰疼啊，陪着我们这个爬山涉水，走了这个两个多小时，也感受到了你对这个云岗石窟的热爱，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希望你未来在云岗石窟的岁月越来越漫长。谢谢谢谢。好，我们切一个片子，然后。